跑吧11最新拍摄花絮，周深和队员抵达青岩古镇。青岩古镇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南部，距贵阳市中心城区29千米，距花溪城区12千米，为明清两代军事重镇。青岩古镇城内面积3平方千米，景区规划总面积约 5.8 平方千米，街巷用石铺砌，民居也是石砌的围墙、柜台、庭院。镇容布局沿袭明清格局，保存完好的朝门、腰门以及瓦屋面、城垣闲山、花木门，体现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。青岩古镇四条正街、26条小街和巷道遍布楼、台、亭、阁、寺、庙、宫、祠、塔、院等众多古迹。周深重新做了发型，大家发现没有，